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。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DJI Goggles 竞速版连接第三方遥控器与飞控的方法。一 ，DJI Goggles 竞速版连接第三方遥控器。浏览用户手册中的设备兼容列表，确认您的遥控器是兼容型号。选择附件中合适的线缆，将插头分别插入 DJI Goggles 竞速版的 3.5 毫米接口与遥控器的教练功能接口，并将遥控器配置为教练模式。二 ，DJI AuxSync 天空端连接第三方飞控。浏览用户手册中的设备兼容列表，确认您的飞控是兼容型号。连接 DJI AuxSync 电源与电源 GND 至电池正负极，将 UART RX 与 UART TX 连接至飞控 OSD TX 与 OSD RX， 将 SBUS 与信号 GND 连接至飞控 RX 与 GND。注意，请将飞控配置为 SBUS 模式，重启后即可使用。感谢您的观看。